泰国队的战术角球，传中很平很快，小心的这球，哎呀，泰国队进球了。泰国队得分的还是九号克莱索恩，这个克莱索恩最近两年和中国足球有太多的故事。这个球会让中国队下半场的努力大打折扣的，而且中国队的既定战术很难这么执行下去了。这个球丢的实在是没办法。其实中国队从边路防守的时候就该开始形成干预，边路呢形成一条线被对方绕过来形成传中，本身到了禁区里头，这个球呢只能说泰国队打得真的很好。查普斯脚后跟一垫，队友在头球一弹，克莱索恩这一连串连接速度很快，而且中国队在防这球的时候，好像是里昂他的脚后跟也碰了一下，间接上改变了球的线路，帮了对手。